有位美女钥匙丢了，就打算重新配一把。请问您这里可以配钥匙吗？嗯，可以的。那帮我配一把。你钥匙呢？我要是有钥匙，还用得着找你配？有一对夫妻在同一家单位上班，平常工作都比较忙。有一天，丈夫忍不住感叹，世界上最痛苦的事，莫过于老公和老婆在同一个部门，同时加班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话还没有说完，他的同事就插嘴，比这更痛苦的是，一个安排的白班，一个安排的夜班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有个男的想跟女朋友分手，所以他就对女友说，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我不同意。因为我怀孕了。你一个男的怎么可能怀孕？你看看，我们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还怎么在一起？一家人在一起看电视，老婆忽然问老公，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觉得别人的老婆更好？老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是转头问儿子，小明，你有那么多玩具，为什么还是喜欢玩隔壁小孩的玩具？结果儿子回答，只要是我没玩过的都觉得好玩。